哇！哎，叔叔看到这个，我觉得是像刨冰机，做刨冰的。可是不管它嘛，重点是好吃。老板户头几千亿吧。哎，这个是真的贝壳，这真的化石哦，是耶。二楼。吃草，那个是吃肉的，有吃草的。他没有刷牙，他的牙齿刷的不干净。没有在动哎，他们在动什么？老板，这个就是真的，1.8米一只骨头。突然爆发，所以就死掉了。再把一下，真的有变吗？啊，真的有哎！啊，慢慢蒸，慢慢蒸，慢慢蒸，刷这边。选一个，好，好，哎，一样的，这个长的，这是两几把，我想，这个，能有吗？那个是在最下面的，这个是，这个往下一点，我们。够厚哎！你摸了，真的够厚。金库了，金库进来了，这个才是我等好久的。哇靠，真的是金库哎！藏在金库里面，空气中都是钱的味道，真的是。这个我精神整个全来了，全瞬间醒的哎，上面。我藏什么了？忘记的那个带走的。啊，看看哪个大老板的那个钱放文件放在上面。钢板的。为什么？怕被怕隔壁砖墙进来啊。怕失火的，也是怕失火。
六五四三二，嘴巴，咦，耶，手松，好 ，OK， 下滑，会去哪里？在那边前面的。下滑在哪里？哦，我是刚刚上一个了。